从好想的进化。好想是什么？好想是什么？好想是什么？杯子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不会拿那种可爱的东西。这个是没洗过的，这是洗好的，对。你先放那边，我等一下冲一冲，冲干净放在里面。今天早上已经把芋头千层蛋糕吃掉了。你把芋头千层蛋糕吃掉？有一个。你早就在吵架。对啊，王牌王又吵架，太扯了啦。你先去收房间。来，这里是谁弄的？天哪，过来。天哪！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那不是我用的。那是谁弄的？这个不是我用的。我说这个。那也是我用的。把它擦干净。我们碰到黑色的。然后这个盒子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把它收好。是回收吗？这是回收吗，爸爸？对，那是回收。然后桌子擦一擦。我要做什么？我想想象个东西。妈，你要吃东西吗？嗯。你要吃东西吗？好啊。你要吃东西？好。我刚起来，然后他们早餐，给我跟天哪，他们早餐已经自己吃完了。那剩我跟今天菜林还没吃，我不晓得要吃什么，看一下冰箱有什么。我冰箱好多青菜，吃蛋好了。蛋，先拿蛋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这肉，我看肉有什么肉？没有肉哎，这边啊，我想想看，蒸一个贝果好了，不然贝果都没有，贝果好久都没有消耗掉。蒸贝果，然后我先倒个水，在这里吧。这样子比较快。煎个蛋吧。姐姐来，姐姐你没有擦干净，姐姐，
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里，然后先把那个洗一洗。啊，你不是说你们还没有洗，我说把抹布洗一洗，然后擦干净。烧火精华，你不要看我叠起来，我烧火精。喝咖啡。那饼吃那么多蛋吗？我跟妈咪一起吃啊。
姐，你有在整理房间了吗？姐姐，你等下是要换水器是吗？好，房间门关起来，听不到。雀巢咖啡机在车上，还没有开箱，所以就没有用。哎，我在干嘛？想睡觉。想什么？这不是应该有小时候，我记得这个。这是变色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变色色尾的。今天蔡依林在整理整理卡片，因为今天哪个又一早起来就把他整理好的整盒卡片打翻了，就叫做姐姐，把人就是姐姐。我有不要一直说别人好不好？你们两个早上就是一直在吵架，你找什么好吵的？这个看起来没有，这是素材过。然后这个是月食，月食有进化吧？我记得没有没有。然后这个啊。这好吗？那、啊、这个啦，还有一个杯狗，杯狗应该，杯狗应该也好了。把擦干净，杯狗。这是火系的，火系的。再一下下好了，算再一下下，我先把碗收一收。今天我们，今天你是礼拜六，昨天我跟仙蔡琳都弄到很晚才睡，然后昨天晚上买了一张机票。昨天晚上我们买了一个人花了6000多块，才从台北飞冲绳。100。现在去冲绳很便宜耶，你看6000块左右，就我还有，因为我们买时段关系啊。如果你真的要买，可能还买到5000多的人也有。原本是5000多，不过现在华航很聪明，现在位置啊，就是都可以卖钱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喜欢，就是还是要选一下位置。最主要原因是有时候我们要拍东西，没有选位置，其实不好拍，所以我都会跟今天蔡琳要说，要讲说要选位置。可是选位置啊，就是一个人还要多个600多，看起来好像不多，可是四个人下来也是要多个2000多块。所以昨天那个机票总共也，我记得一个人就是花了大概6000多块。说贵不贵，说不贵也是有点金额，对啊。可是冲绳其实蛮好，我们没去过啦，我自己是蛮期待的，因为其实吃吃喝喝。应该也蛮多的。你先把这个放好。如果你觉得冲绳有什么你一定非得觉得建议我们一定要去的，可以 IG 我。对啊，其实我们每次旅行啊都来找题材。这次去日本啊，拍了2间餐厅，就2间很不风格很不一样。就大阪这一次，上个月回来这一次，那一间其实就是连锁的吃到饱，另外一间真的是我们也是找很久很少人拍过的一间串烧店。然后其实2间其实我们都很怕说拍到不好吃的餐厅。
有时候拍到不好吃的餐厅，很就心情会很不好，就觉得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拍到一半，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然后就会就算了，很常这样子。好，我先把这个该收的收一收，应该好了。来整理卡片。为什么我的火气的卡都不见？你这样打翻吧，东西不见了。先让蒸汽出来一下下。昨天的时候经常把我。哇，好柔软哦，很柔软呢，还是有点烫，给它一下下，稍微让它冷却一下下。我好了，这个床是没什么用的。昨天洗碗机也是很晚才开，所以里面的东西都还有一点点湿。就放在一起好了。先吃早餐，然后再来收了，剩没多少，应该好了。重点是你那么多这个要干嘛？我没有办法，感觉很好吃，这个先拆点。那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要不要？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？11点，现在11点了。我在割蛋呢，我昨天出蛋了快。我们的三颗蛋、杯狗跟两杯咖啡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宝可梦，拜拜。